第六座也同分同分，确定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第六座同分同分，两胜两负，一平手。那你们是平手？你们，哎，你们这边获胜平手的。啊，没有，这边不用，这边不用，他们。好吧，没有，所以就平手。你们就，哦，你们写平手就好。没关系，请稍后，请稍后，我们要集体行动。好，确认胜利之后。